真的吗？还打他的一个人重心，它下面这条再宽一些就他妈的啊！狗屁！Where are you taking? We leave three.I believe at 3 o'clock. 3? Yeah, 3 o'clock. Okay. Yeah. You can put it back. Oh, I would take it back.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刚翻车现场嘛，我们翻车就得调整好半天。又翻车？对。刚才绳子又歪，绳子歪了又卡歪了，还卡到了。要骂人吗？我已经骂过了。嗨，这样说话，你这口音可高一样。你这口音，跟你说你模仿不来。看一下，你看，同样北京人，你这我操，为什么往上走了？为什么往上走了？喂，太晚了，好气哦。反正上面人他也站不进来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反正也会下去。能给他们让一下，希望人不多。抱歉 ，sorry。没有，我们想下去，我们想去负一，但是摁晚了，所以就上来了。Thank you.
再来一遍。先不用，先不用。对对，你换后面的。这家吧，那假鸡吗？对，不是又便宜。我吃这个，吃水饺。妈的，不要说了，没关系。看他们啥去了，没事。就是苏州面馆，其实。李总面无表情。步行四分钟，快一点。那走吧、啊，走吧、啊，走吧、啊。有没有粥？但是有稀的。不急啊，这个我们肯定十点。我们十点见了。十点见了。晚上拍能固定机位吗？其实我觉得找个地方架着固定机位也好。走嘞，还多久啊？嗯，还多久、啊？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、啊？那不那儿吗？不斜对面吗？对啊，那么大字儿、啊，很近的。哎呦，现在这个裙子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没关系，很好看，比你这外套好看。哎，你也捆上小裙子了耶？这样我们都有裙子了耶。我也有。但你为什么不把上衣和裙子的颜色分开呢？这样我吗？就会对啊。我上周已经不穿这件了。哦、，OK。那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改名叫小群群乐队？这天是一身鸡老子，妈的！一身鸡老子。明天换衣服吗？你？顺便发自拍，真的是效果好。对，平常一个赞一个评论，或者没有赞，没有人。妈的！学，然后开始进入美妆。然后就变从摇滚博主变成美妆博主了，开心、啊。现在是美食博主，一个是的，吃面了。忽然变成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觉得我砍价先不够，他应该比你低，我感觉他现在已经动摇了，然后他企图用付费邮件来看看我要不要加价。The band member asked me to help them record some videos because there's a new band want to record some video for maybe promotion or something.
加油啊！OK， 非常好，一口呢。你就他妈的，这个不是真的，先走一波呗。下张看专辑哦哦 ，sorry， 记录你签名的史诗性时刻。哇哦，来，那我点一下，史诗性的时刻。好的，我也来吗？谢谢。啊，人是你来。乔治老师。哎呀，这考验。北京，但是是12月。人事你不来吗？人事，那里其他另外另一个其他对另外一个规矩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来，一起来。来来来，然后把它拍下来，垫在那里行吗？垫在那边。他走了。我刚中间你们玩。比如说，你在这儿。要不就我来好像。你在这儿。拿过去。他那个。啊，赖他。想想，等看完了。所以我就带了一根笔，他们都没有。你刚才那个拍打手的动作，再来一个。海报。对，你像个海报，对。对对对。哒哒哒哒哒。
对，没有录进去，很气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我是汗了。我再问你一次 ，paper 写完了吗？你这次没有反应，这个、不是应该敲你妈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他现在在正经录了，就不应该那么。你刚才也知道我在正经录了，我没告诉你我在拍摄。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少说话，多签，多签字。哦，我说为什么录制时间那么长？你这什么情况？就是你突然给你带给你的还是怎么样？啊？哎？还有那个右边那个。你可以签啊，傻叉。什么？这我不。对。哦，哎，这是他。这写一个 S 和一个 X， 特别蠢，真的特别蠢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还以为你不是让我们跑了呢？我到底是会怎么可能？我们都手机都没有开机。哦，我开了机了，牛逼！啊，他这个可能纸装印出来就比较对不起。他那个是像磨砂那个纸是吗？就感觉。总之就是你看这个地方超纸折痕。啊，行不行？还是弯的。行不行？我感觉他的品控是垃圾。啊！秋后算账。对，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贝斯手说去那边，然后很开心的把我们乐队放那个专辑放到最外面。我不是帮我认过一个人，我看看谁。记住了，我看见另外一张是那个的。上一块广告，然后再到那个广告桌。在那个上面。广告的那张。哦。行。李总为什么不是？徐老师为什么一直没出现？他走了，早走了啊？早走了，他早走了，吃串儿香去了。哦，他今天不舒服是吗？哎，我们三个嘛。哦。我们是衣服装错了。加油。对对对对。那这个他们俩没签吧？啥？没签吗？这张应该是这张。哦。哪张是我的？我那个版本是不一样的。有一个人哦，这张，这个是你的吗？对，好，总算分清了。当时寄来的时候就这样了。这个纸还没有刚才那个纸写的。帮我按一下。天哪！上次签奶哥的时候，我们也拿混了，是吗？对，是。我们这边。好的。太有。我直接用一个小写的 Y， 居然写了个范。不，我写了个范。对，你写了个范。我觉得范比较好看。突然写了个范。对，这个饭比较好。好的，谢谢。毕竟现在信号系统天天写饭，天天写饭，烦死了，天哪！啥里面还有饭？还有那个，哎，薛定谔的啊，不是，欧米伽，薛定谔，不是，还有那个谁？想到了，对，他不是说啊，是那个啥，麦克斯韦的那个方程，啊，麦克斯韦方程别说了，太硬核了，他太硬核了，反正就只是哦，看都看不懂那种。也是这样包的吗？好像它就是你们折在那，然后换了。哎，不是，先把这个，先把这个放进去，先把这个，先把这个放进去。嗯，对。他估计他是折进去，不是吧？真的吗？可以拿那个打。不是，这样，是这样，对。哦，厉害。因为我签过来。但我们磁带机都没有了，磁带机都扔了，特别。哎。赛季是什么？啊，磁带机。你现在买的话，肯定还会有。好想这个签一个。对，你可以签在外面。这个，我一撕就没了。这开的笔，开的笔。假装签名啥吗？假装签名啥？不认识他，他个副笔。